我们去追江哲了，我们赶紧走。不行，你们得去救他。救你爸，你把我儿子害死了，你就应该死在这儿。是你儿子非要带我来这里好吗？我爸说的没错，你儿子和你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想死吗？安静。 用枪指着我爸，是他救了你。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是你害死了我儿子。他那种人就应该死。一菲，闭嘴！把这颗蜘蛛蛋扔掉。我儿子死了，我的公司快要倒闭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我要靠这颗蜘蛛蛋东山再起。你也看到了，这种蜘蛛有多危险。 如果带回去了，只会害人害己。当年为了你的研究，你知道我从这座岛上抓了多少蜘蛛吗？可是五年下来，你连屁都没弄出来一个，还死了两个人。不仅拖垮了我的公司，还让华创科技乘虚而入，甚至还派了一个人。 进到我的公司，方琴，你以为你换了个名字，我就不知道你是谁了吗？不用看，她就是华创科技的大小姐郑曼。我是故意让她跟来的，算她命大，没被蜘蛛咬死。 不仅要把蜘蛛蛋带回去，你也要跟我一起回去做研究。是你发起了这个项目，你要负责到底。你来这里也是为了蜘蛛吗？
以前是，现在不是。骗谁呢？看看这座岛，白色垃圾全都被蜘蛛消化掉了。你爹会不跟我抢？我的实验室关闭，很大一部分就是他的功劳。他和他爹为了搞垮我的公司，故意告发我说。 在做实验的时候死了两个研究员，我来这里是为了江哲。我明白了，也难怪。目前也只有江哲能够继续这项研究。杜岩，我们回去。你们能不能别吵了？能不能让我哥休息会儿？现在天已经黑了，又没有船，我们怎么回去啊？杜岩。 别忘了我付了你多少钱，听我的，现在就走。我独眼拿了钱就肯定完成任务，但是你也别太嚣张。我死了那么多徒弟，你要给我加钱。如果你现在能回去，我再给你加3倍的钱。我答应过他们，不能让他们白死。我们现在的位置和我们来的位置刚好相反。 如果我们走路，至少需要1天的时间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这周围有一个废弃的造船厂，我去看看还有没有船能用，然后坐船直接从这里出发回去。明天出发，我和小妹，我们去找船。以后没我的允许，不准再离家出走。要不是你欠了一屁股债，连房租都交不起，我会住在外面。我会认识渣男杜晨，会被他的花言巧语骗吗？要不是因为你，会跟他一起来这座岛旅游吗？住嘴！我偏要说，都怪你。要不是你自己犯了错，连个责任都承担不起。 如果当初你没有和我妈那个，会有我吗？你倒好，跟个没事人似的。你知道我妈把我养大有多不容易吗？那她为什么把你丢给我，然后消失的连个人影都找不到？她来找你，看你过得还不如她。难道你有钱帮她化疗啊？不如她，你吃的、穿的、用的、上学用的钱，哪个不是我挣的？ 什么化疗？算了，反正我妈都已经过世了，告诉你也没什么。她得了癌症，然后就去世了。你说什么？她怎么不告诉我？ 假装伤心，他有男朋友，不需要你操心。我错了，你说的对，我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，我欠你一句对不起。 行了行了，一个大男人跟个娘们似的，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就烦。你自己慢慢上神吧。虽然目睹了这座岛的变化，目睹了你的研究成果，也知道这个研究成功会有多大的市场。 但是我现在真的不是为了蜘蛛来的，请你相信我。等安全出去之后再说吧。
怎么样？找到一艘船，在离这里不远的废弃码头，马上出发。不行，夜间航线不明，今晚大家在这儿休息，明天天亮出发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杜元胜跑了，他把蜘蛛引来了。他难道不知道我们在里面吗？这三声枪响，不知道会引来多少蜘蛛。这个混蛋，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这一切都是我引起的，我从一开始就是错的，我来负这个责任。爸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我们都有错，都应该负这个责任。大家不要争了，赶紧想办法离开这里。嗯，大家跟我来。一飞，放枪，到我身后。蜘蛛蛋给我！你说什么？是谁拿了我的蜘蛛蛋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手三下，马上给我，否则我就开枪！让开！
没事吧？一、二、三！爸，在我这里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想把它用掉的。放进去。还说不是为了蜘蛛，生活，我会好好的生活，你也好好的生活，不要再乱交男朋友了，你要懂得保护好自己，不要随便相信别人啊。你为什么要说这些，搞得跟交代后事一样。有些话还是提前说比较好，我来断后，你去给川加油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搞得定吗？那必须的。好。